那我们现在又要聊到棒球好了。最近很夯啊。对啊，最近很夯啊。我最近台湾卑南国小嘛，台东卑南国小嘛，我们还有特地去看，他刚拿到世界第一名。我们去看的时候，哇，真的很厉害，那么球技真的很赞。然后我们的小朋友啊，我就带着一缕国小的小朋友，然后就上台北去，然后到天母球场去看看我们中华队的选手比赛。然后我们的小朋友看到他们比赛的时候，也下定决心，明年就是我们玉里国小要去打出来，可以吗？我再介绍一次，我是微笑农夫，FB 搜寻微笑农夫，你就可以找得到我了。然后我就虽然教小朋友耕种，然后我自己也种，我自己也有麦米，我种。我有一个观念呢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我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我想要回复到以前传统的农业社会，我想要让我自己用传统的方式去做农。所以我今年这一期的话，我买了一头牛，一头小牛，我真的买了一头小牛。我要从小牛呢去找了那些犁田的机器啊，犁田的工具，就以前看到阿公犁田的工具，然后我也试着请比我长一辈的人，然后教我怎么去教导那个小牛要去耕作。我希望我不要花任何的电、任何的油，然后就把我田里的东西、田里的稻子让它很自然的长大。我自己也在卖日晒米，我也不用烘干机，然后我也不跟你们讲，我的电话号码是0388510096。可能网络上搜寻日晒阳光米可以看到我的消息，日晒阳光米微笑农夫。可是我的产量不多，所以你们订货的时候麻烦仅订一包就好了哈。带来这一首，哎，我还要讲一下为什么农夫不能唱摇滚歌，要下一段再唱。可是我现在就要唱吃槟榔的摇滚歌曲，吃槟榔也可以唱摇滚歌。带来这一首，应该大家也有听过 ，You Get Up the Bad Neck。
a bad man. I pray my body, you pray you can. You get a honey man. Yeah, shut in the top, and you could bring. You get a bad man. I pray my body, you pray you can. You get a bad man. You get up and sit here.